今日是七月七号星期四，天气晴朗，阳光灿烂。现在是下午12:30，我们来到动物园啦，欢迎来到马六甲动物园。现在我们入去买飞。这个动物园好干净喎，虽然间咧出边好晒啊，入到嚟咧都好清凉啊，同埋咧两旁嘅动物啦，侧边咧就有啲小朋友玩嘅地方啊。这个两只彩色鹦鹉啊，这两只白色的，这里有两只大龟龟在这里吃菜啊。Hello， 吃多点菜菜有益健康啊。龟龟你好吗？行下路都有益健康噶。呢度有个食物亭，好多地方可以坐喺度食少少嘢啦。有两只斑马喎。Hello， 你好吗？好肚饿啊你吓，你又想食，羊羊又食喎，有几只马马可以骑喎，后边仲有两只，喂你中意边只马马 ？Hello， 白马王子，今日就嚟动物园呢度午餐啦。啲台好靓喎，各种颜色都有啊！有狮子、大月哥同斑马、河马啦，长颈鹿都嚟埋一齐食饭咯，老虎大哥啦，仲有大笨象、马骝仔同其他小朋友啊！咁就同獅子大哥一齊食午餐啦。今日係星期四平日啦，所以只得一款餸菜，就係一條魚。再買多支能量水啊，增加體力。陣間行動物園，長頸鹿大哥你好嘛？在这里生活开心嘛，有几只小鹿咯。Hello， 吃了饭未啊？你对角角好靓喎，梅花鹿喎，好多只啊。Hello。呢度有几只猴子啊？食嘢啊！哈哈，呢两只就系安哥拉大牛牛啊，只角好大喎，羚羊啊，有个妈妈啊，咁大嘅只角，犀利啊！呢只系咪爸爸啊？只角咁有型嘅，行攰咗，见到西瓜座椅都透心凉啊！啊，好惊啊！突然间冲出只四脚蛇啊，大蜥蜴啊，横瓜，喂，呢只大蜥蜴好惊啊！啊，吓死我啦！
大蜥蜴，你四围行吓死我啦！好彩头先睇到你啊，唔系躝伤只脚度啊，吓死啊真系俾你。呢度有几只牛牛啊？呢度又有几只鱼苗啊？牛牛，你想同管理员哥哥倾偈啊？呢个动物园好大，不过啲动物匿埋咗啊，好难先揾到佢哋出嚟影相啊！呢两只叫做学驼，好得意喎，蓝色嘅头，黑色嘅身。老虎大哥，你喺边啊？快啲出嚟啦！揾唔到你喎、啊。再行前啲睇下先。哇！老虎大哥终于出现啦！哦，好威猛啊 ！Hello， 食咗午餐未啊？系咪啱啱瞓醒搞搞啊？咁高度唔睬人嘅，拧歪面。呢度又有一只老虎啊！呢只老虎大哥好随和啊，出嚟同我哋打招呼啊！老虎大哥你好嘛？哎呀，同我哋打招呼啊！两只老虎要分隔开啊，嗰边一只。呢度有一隻，中间要隔住条河啊，唔好跳出嚟。除咗呢度有一隻老虎，隔咗一个咖啡，跟住仲有一隻大老虎啊！做乜望住我哋唔出声啊？有个狮子标志喎、睇下狮子大哥又喺边度先？狮子大哥，你在哪里啊？系咪热得滞匿埋头鼠啊？哇！呢度有一条河流喎、环境好优美啊！烈日当空啊，晒太阳有益啊！有几只水獭食草草啊？呢度有两条大鳄鱼，一条喺呢度，另外一条呢就喺呢度啊！哦，原来呢度又有一条哦。Hello， 猫头鹰，哈、乖喎、拧个头嚟喎、哈哈 ，Hello 啊，飞落嚟啊，有两只大龟龟守门口，不过入边好似唔见有小龟喎、呢度有青柠座椅啊。两只狐猴喎、一只就啊出嚟啦 ，hello 出嚟打招呼啊，哈哈表演下啦。哦，另外一只就坐喺树度休息。大猩猩坐喺个冬菇艇度喎，见到你啦，哈哈。鲍鱼仔啊！呢度有一条长长嘅红桥，不过可惜而家咧唔俾人行啊，咁就冇办法啦。马马喺度食紧草啊！三只大笨象。啡色噶。企埋一齊，蘑菇艇幾特別喎、你呢度睇動物表演。
呢只雀好叻喎，听主人叫喎。明白系。好叻啊，答嘢。好嘢。It's actually known as a juvenile bird because it has a mixture color of its endomorphs. So long, Zai Chun Chan. This is mammalia yang memakan jenis-jenis sebagai alam api dan utama dan akhirnya juga kuat di mana itu adalah digunakan oleh on the body. Jadi kegunaan kuning tersebut adalah yang membantu mereka untuk melindungi.走出嚟好得意啊！哇，好大啊！非常有力啦！Thank you， 拜拜。啲鹦鹉吱吱叫啊！呢度又有兩隻白色嘅鸚鵡，呢只走咗出嚟添，擔住朵花花，哈哈，唔怕人噶。哎呦，驚啊！追住我啊，我靚女啊，嗯，佢唔怕人喎，好靚女啊你，白色，中間有條黃色羽毛。啊，好叻喎！而家系下午4:00，动物园关门啦，拜拜。动物园对面有好多买纪念品嘅商店啊！各位小动物，拜拜啦！如果你喜欢我嘅频道，请你订阅、赞好同埋分享出去俾呢啲朋友啊！多謝大家。